啊，为什么？黑名单。他黑我。哦，飞亚出陨落真有够猛。哇，这五页。都拿去买英雄了，洛克破坏炮天赋。洛克破坏炮。一则为了不解释。那你在看我天赋、喔？你在看我天赋、喔？对啊，把它玩谁好呢？感觉不来，我不管打哪里都好搓、喔，整个就是靠剪头跟农兵。如果这场要玩 AD， 我就要玩。有谁很久？我看一下谁很久没玩的，来玩一下。Let the storm follow in my way。 他是专职神炮吗？跟廖晨一样啊？知道哎、欸。还是他这次要打中了？我们玩一点很久没有玩的角色。专职神炮吗？不管是原本还是改过的。对啊，应该是故意改的鸟的、啊。好久没有在玩塔里克。他要打 AD 啊，那我打三路。谁 AD 啊？他到底要打啥？你搞得我好乱。他不是要玩那个吗？他不是要玩。哦，我知道杰西 ADC。耶、yeah ！雷爆了！杰西 ADC 就可以玩 CS。两枪一个人，蟑螂须，蟑螂须呀、啊！经典造型懂不？我去尿尿！哎、欸，我好久没有玩福利贝尔，就那个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的酒，为什么聊天室不出来？有点弱。这是正常了，开心，啊，有了，出来咯，现在结束了吗？还在打、啊，刚差点提前结束，他们要追回来了，没有，他刚没打出去，啊，你对面有传单到了，转转，嘉文队，赵云队吕布。出了真刚好，哎呦，对面是赵信，我打凯尔、哦，是的，你打凯尔，我玩中路加五可不可以？可以，OK 的，上吧，阿卡丽上路，阿卡丽打凯尔更惨吧？哪有？没事，我上次我那个601就是打凯尔、啊，没有601打逆，我601打逆命，我另外一场打上路就是打凯尔。阿卡丽上路打凯尔，我被单杀一次吧，然后杀他 gank 杀他两次的样子，不太记得了。哦，凯尔，对面也是布里兹，现在就是宋文华头，是啊，宋文华头了，有 skin 比较屌好吗？我们可以，我们可以双大男下路，我今天出的每一次都有 skin。我记得我有一次那个福利贝尔跟哥拉下路。然后把对面伊泽日尔跟布里兹打烂掉。没有，因为你可以用跳不是吗？你可以变近战。那个时候就是我还。大会不会空打？不可能吧？指定技怎么空？只有一要跳回手动式。指定技要怎么空？跑出什么上路？凯尔是 A， 凯尔的那个远攻是 A P I D 的。都有。志勤先八比几啊？不是啊，他一定打八比二。八比二。都有，还在就普攻加，加上 AP。对，骑手装备推荐骑手装备多兰盾。对，我也是。请问有哪一个人农野的时候会带一个多兰盾农野？
还是他是叫你打上路？叫你打上路。刀吃蓝，刀吃蓝。够，可以买蓝水，可以买蓝水。你们可以吃双十下，我不会吃双十下啊，志杰。没关系，我带你吃。嘉文那个实在是有够蟑螂，会被抓啊，志杰。廖成义表示卡利式进化版。这个位置都不会被抓、啊。他刚刚放了什么东西啊？那个，那就只是 Ctrl E 的效果。那个视野多久？哎，很好看。怎么撞两只脚、啊？有 3D 血，那个骑着 3D 血。有啊，我刚刚顶它显示 3D。可以打，可是不能打掉。他不能打掉，对吧、啊？是青蛙被对面打掉。那给他传送不是？可以。对啊。你们换路啊？可以传送啦，射手机灯都可以了。觉得对面的卡莉就是。跳舞。要出了，要出了。我的第一下很痛哦，小兵，我打。不要啊！嗯，福利贝的暴击动作有换吗？哎，你站我前面啊！还有中路，还有中路。我打了一个没有省中的 jungle。哈哈，阿卡丽打凯尔，中路还是阿卡丽打凯尔啊？那种差一样，他只是换一条路而已啊，只是变得比较难 gank 而已啊。为什么他们那么久才出来啊？他们在冲沙角，可能是走回去了吧。哎、欸，看，没吃到。我、哦、看见洛基，我、哦、没有。演演演演演，我现在有点想要怒。等一下，我在龟，等他等他们过完。耶、yeah, ，三等落。哎、欸，启动我的被动就可以吃红 buff 了。双重级。就你被抓走，就你被抓走。我跟你说我要龟美，我可以过一小段农业的生活。泡娘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死了？我干，他发生的太快了，他来不及反应，被骗了，干，被骗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有点久没玩福利贝尔、欸，点招有点忘记了。干你啦！帮你扛那么多下，是哦，好赚哦，干没魔，干没魔，特别难玩。我是双重级的福利贝尔，加了我没魔，哦，你是上路哦。还有点凶哎、欸，谁啊？一分钟就勾骨头了，一分钟就勾骨头，超快的有没有？超快的，他们哥被你的抓的我，五分钟的我要玩过八分钟就死了。哎呦，这赵信小心，咬他！咬他！没，我怎么咬他？我没有，我普攻三下才能咬啊！他卡就带了一本书了。好，没抓到。福利贝尔，福利贝尔可以出蜥蜴长老吗？通常都出全坦。通常都出全坦。也是。觉得出陨落王宅比较有用。陨落王宅比较有用。
陨落，你讲我就出哦。有啊。硬打。只会躲在里面，妈的！只会躲里面。我要卖你！阿梅魔，阿梅魔。看杰西太后。看杰西太后。下草两边都有眼了。然后杰西。那赵信蹲上路 ，OP， 怒蹲，没事好吗？没事好吗？不要让我心脏那么的，那么担心受怕，担心受怕。呵呵，中午不见了。担心你卖我，你什么时候产生了我不会卖你的幻觉？下没眼了，下没眼了。耶，我有魔了！耶，我有魔了！哇，你怎么这么？阿卡丽弄了一堆兵，我超硬啊！不要怕啊！不要怕！阿卡丽弄了一堆兵有没有用？弄了一堆兵什么意思？不是阿卡丽弄了没有？是哦。对，我是他死掉。我每次都逆风挡开局。来了、哦，来了、哦。大星过去了，大星过去了。有一个蓝 buff， 快来上城救我吧！我看他，怪狼嘞，还有也不见了，还有一下好像下来，有一个蓝 buff 是弗利贝尔的，快来拯救我！我怕三眼，我要怎么救你呢？你也可以两段跳啊，算他是三段冲了。蓝妹，等我加，等我加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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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嘟，我，哎、欸，白小兵，哦，白小兵啊，有点，哎，闪电翻小兵吗？不是，还是闪电翻炮车？没有。哎，干。你要不要打他？有点痛，抓住完了。被动，被动，快！啊！都没抓到，没有，因为我不敢打，里面有人啊。被动，被动怎么转那么慢？弗利贝尔被动有 nerf 过吗？最后一只红眼啊？没有啊，还有一只红眼。他可能有放点燃给你啊。被动转那么慢吗？他有放点燃吗？点燃的话会减半啊。他点你。他有点，我知道他要点燃啊，可是点燃还是会扣啊，不会持平哦、喔。点燃就直接减半啊，点燃他就把你降一半啊，降一半。点燃是降一半，直接降一半。什么意思？你就整个加的量只剩一半。哦。嗯。杀了。玩这个游戏玩了快一年了，我才知道原来点燃会降治疗效果。然后你好。我等差了资金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Yes， 感觉我送，哎，没有，你拿回去了。反正我送上路一个蓝，那你就可以去 Q 他了 ，Q 烂他。哎，干什么拉过去？因为你棋子还没消啊！我屁呀！他应该塔杀不了你吧？那小兵冲刺，小兵冲刺那是肋格好吗？我靠，这什么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有木有啦？有木有啦？这边他被我抓过去又跳过去，然后又被你的 Q 打到，对啊，太智障了！整个画面很扭曲，要被逮捕了！哎，干，来不及，干他一下。他一下，马特，角色被助爆了。唉。前面好，自言自语。
阿卡利没有弄，阿卡利没有动上场，为什么不打他草丛呢？因为他不会在那个草丛，他动了他就差不多。你又知道？我就知道会这样。他多做几次，他们应该没有输吧？什么东西？其他路不是都赢吗？可是我两死嘞。就死两次而已，不会死两次，后面还是死。那边都有眼。拜托我求你了，我出上路哦，好累哦。要出沙小，我现在就跟你的理性一样，我现在跟你的理性一样，我 Q 谁谁就闪现，要不然就把我杀了。OP 跟他单挑啊，阿卡莉单挑啊，哦，有人上来哦。班长就靠我们了。没有野怪可以吃的。召唤。热。我要带一下中路是否？小心赵信哦，赵信哦。我被抓。钟离。坦克兵在那边。钟明，我想去别处玩。可以啊，可以洗兵的 AD， 可以洗兵 DAC。我就会是打 DAC AD 啊，超搓，呵呵。靠，为什么？啊！哦，烦呢、欸、，W 咬错人了。大家不知道讲什么，怎么会这么难打？但是谁发明弗利贝尔 Jungle 的？啊，弗利贝尔不是叫他打 Support 吗？欧洲人，弗利贝尔一直都不是 Support。弗利贝尔不知道打 Support。Support 是我们在打的。我那么强福利贝尔，但打 support 啊！翻你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 W 就插一下普攻，不让我咬一下。哦，游走，他控兵线我就游走。来吧。没有大了。我想吃蓝 buff。他不控了哦，他不控。哎、欸，上！哦，我被包了，好痛哦！打不过，对，不行了，不行了 ，hold 不住了。对呀、啊，你要吃小龙啊！你这么强，白痴，我装备还没出来。喂，小心草丛，那种草丛过去哦。算了，那就不够了，还不够。哎，你要先回哦，拜拜。为什么你们要 hold 这么久？你们 hold 这么久，害我没有助攻。没有办法，他就一直躲起来。不过他好可怜，他被我插死了。你就这样把他插死了。就这样把他插死。有人说福利贝尔可以出陨落，是不是？可以吧。来了。变性。冲陨落吧。公又就跟那个特朗普。对，兵种有点回来了，大概输40只。有点好，但不给你加速了。刚有个，哦，对面十几只，还变成一个三只。中路卖安内了，累哦。哎、欸，那个蓝阿卡利要吃蓝吗？不用啊，阿卡利他没有跟我要蓝啊。你刚刚说你自己不去吃，浪费时间。我刚刚就是我想吃蓝的、啊，然后你就上路、哦，哦好上路耶，然后我们就，然后我就上路啊。为什么被他抓到？刚刚你说去上路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对啊，哎。他回上路了，又要被爆了。没有蓝，你蓝谁的？刚吃掉对面的。
赵信，那应该是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的蓝被偷了，因为不是因为我们蓝被偷了。哦，控兵线，阿卡丽76支兵，我要控五分钟了。你要被塔杀了，阿卡丽去中路了。我没有拿掉。靠！阿卡丽，让！那边，去死啊！哎，那塔打错了，那个靠背。阿卡丽回去上路了。阿卡丽刚刚完全无视我。哎、欸，这边就害我非常愤怒的把所有的招都朝阿卡丽的头上丢。哎呀呀呀，靠背！靠背！这边，张灵。恐惧的图示是不是有搞？已经赢了，真的，平正赢了。哎呦，泼水了！看他怎么抓？你问他偷我？不知道哎。这就是。上路被打烂就游走，上路被打烂就游走，就游走。对，好痛哦！哇靠！你的塔哦，我知道，上路是的，顶多被碰的一堆好几下，我靠！可是我没有大，我打不死他。我没有魔，快要浓不了野了。刚刚那个阿卡丽真的很讨厌，他被我弄到这样，剩下几百滴，再咬一下就死了那种血量。打完了，那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贝尔出语都会被人怎么样？其实我超好奇。张灵。张灵。我应该不会出不了陨落吧？去打陨落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刚才被抢走，我自己打他就好，没时间。好，他已经回家，他不回也太烦了。他不回你也不要赖他。阿卡丽中心上了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刚刚被他送了一只小龙，还有一个头，哎，原来那中心是张狗，对哦。Jungle， 我以为他上路，阿卡丽在上路，总不能阿卡丽 Jungle 吧？阿卡丽插眼，总不能阿卡丽 Jungle 吧？陨落好贵哦，到底是谁提议我买陨落的？可以开个 Jungle 啊！我发现我 gank 比你多，我 gank 都废了好吗？好难那个、哦。太久没有，那你灵丸抢小狼有屁，小鬼有屁用？是快很多，是可以，是可以当饭吃一样。哎、欸，两只，我、哦、猜我的眼 OP， 两只哦，两只就可以买水了。可是我觉得中路非常的危险，超级难打，超级难打。带种 R 加文美，让你尝尝什么叫做 Q。我知道，我的错。被 OP， 他抓了吗？我叫你抓过来，我要玩僵尸。哎，张林，这边，哦，来了，打他一下，快速，乱配啊！知道啊，知道啊。普利贝尔真的难抢头哎、欸！之前他们后面还有比赛，我还记得，刚刚那场飞埃，飞埃好好抢头，可以去国外比赛，超好抢。哦，对，去国外。飞埃那么痛，普利贝尔不痛。是的，正在冲陨落。
找我台中，找我台中。怎么那么痛啊？好爽！陈汉，你在跟谁打？还有怎么那么痛苦啊？怎么那么痛苦啊？中路要拦吗？他五号兵的出，你拿走。下路要，下路要。感恩，谢谢大大。你要，你要。我知道你要，你要给我就给我啊！你要给我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就怎么过不去？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再说你想跟我抢，你也抢不掉。好，我知道有抢。干！蓝美哦！干！抢蓝 buff 哦！上塔爆！中！再一个爆，就是进两兵进两个爆。我已经423跑出极限了，因为我没有出血。靠背我厄运难产。换他，换他 ，Where are you going？ Going， going。哦呀妈，怎么会有一个招？死！快跑啊，熊！三连霸，三连霸的啊。嗯，刚刚那个。是你按的吗？哦 ，hold 不住的 feel， 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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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闪！快点！我那个……哦，感觉我过去，waiting， 让我转被动，让我转被动。哦，是你的，还有没有助攻？好险！到你妈，我们中路啊！我们中路啊！啊爆了！Thank you， 中路 open， 呵呵，早该爆一爆了。加入也要 open， 加入也要爆了，加入也要爆了。哎、欸，我攻速好快哦，我攻速好快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是陨落，快要出来了，还差500块。感觉加入就会先爆，哎、欸，不会爆，不会爆，不会爆啊！这一波怎么爆？一波兵爆不了吧？这波爆我揍掉了，真的快，那我让他爆。陈汉真的敢跟那个黄文宇打？为什么不敢？我们现在都还是一起打。哦。吃完红包。但是黄文宇还好，后面比较不好，技术 OK 的。还好，没有我搓。两个差不多了。张林哦，张林哦，其实我战绩不错嘛。哪有我很强哎、欸！我士兵没有输他了。那我士兵只输十级了。那我036好，不跟你抢了。你也抢不了的。抢不了的。我刚刚看到你这不是我刚刚看到你在吃红 buff， 然后看了一下我的技能，哎、欸，我有重击。炮飞。炮飞。不赢了。他等下开那个就打不。没关系，我有蓝 buff 就好了。他的那个隐身有点。小心哦，赵信好像要过去上路。赵信，你住上路啊？赵信在下路。下路，赵信看到一个赵信，下路，下路，挡你的路。出鬼手，出鬼手。不要打啊！不要打啊！哎、欸，钟灵哦，钟灵，钟灵哦，凯尔下来，他刚刚是不是下来小龙区、哦？对，他都在小龙区，都在小龙区。他在换什么啦？赵信要冲了，等等哦，等等哦。炮兵在追我，干！没有水，有水可以。好了，我回家出陨落了。啊，吃不掉，推塔吧。我水现在不管怎么讲，都一定要出陨落。对啊，呵呵。
现在只要 AD 有陨落，现在只要有 AD 伤害的角色都一定要出陨落。为什么还是打不赢？他伤害太高了。谁啊？是前推塔严重。我在按什么东西？我想按什么？哦，这个。哇哇哇！这个有点凶。到你！我有有有，我要我走到这里。下中。哎，我要陨落了！我让我觉得很爽。好。有蓝 buff， 先吃吧，不然等下被偷。这是红叶，这里有红叶。OK。啊，平正要去打世界岛。我们刚入学的时候，现在够了，不是也有去国际比赛？对啊，那时候去韩国，然后校长就这样借口出不出面。那也是玉山杯吗？不是吧？只要有问题，陨落都能搞定。有没有那么多玉山杯你？你啊，玉山杯。大声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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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银办理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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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差个远，小龙吗？小龙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吃。你看看你啊 ，fail。我打到一只好吗？卡绿，都绿眼，该学一下。现在应该要出什么装啊？打卡利，他们是不是？他们感觉好像大部分都是 AD 伤害 feel。刚按错键，快讲这个。你嘉文再怎么按错键都不会有伊泽瑞尔 Q 按到 E 悲剧。大概两次到三次吧，那一场。他不拉杰西耶。为什么他不拉解析？我想要上去。哦，我喝太多麦茶了。啊，糟糕！啊，糟糕！我们开，他们开。我们要怎么开？我开。抓了，然后你开哦，也是可以啊。叫他加，也不是不行啊。不要叫我开脚，弗利贝尔开场烂。你最好开真的会开的人就开得到啊，那我开不到啊。吃假的，主持哦。吐了，破中到，中午五。耶、yeah, ，一个好两只。完了，我快没魔了。哎、欸，帮我拉个蓝 B。蓝吗？不一直去不？没东西，没东西。我居然被他冲！为什么一瞬间？陈兆信哦！一瞬间打开了那么痛啊！我靠，你怎么来了？卡利刚毙而已，卡利刚毙。DS 啊，有木有？小心不理智哦！掉了，对，掉了就退了，掉了就退了。退了吗？退了吗？都出来了。
等一下，我快出一把 BF 了。赞哦 ，boyfriend 的。boyfriend 的。BF 。boyfriend。啊，机器人。这个炮娘亲。你看到你还不退？他炮啊！嘿。哎、欸，不要过去哦，没人。那我支加速。为什么四只脚跑会比两只脚跑快？因为它是熊吗？我应该出什么防装？有人提议吗？好战甲是甲。日元。我想出好战。帮我呢？帮我呢？我想要上厕所，现在超想上厕所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去厕所。那你干嘛突然可以卖掉？刚刚好能少一个战力啊！少一个战力啊！白痴，我现在完全没钱了、啊，完全没钱了、啊。啊！大老虎！拉一个过来班长，拉一个过来班长。救！救！哦，神救援！哦、神救援！等下去尿尿哎、欸！等下去尿尿哎、欸！我们不需要他，我们不需要他。对不起了，嘉文，对不起了，嘉文。其实阿卡一直没有死啊，其实阿卡一直没有死啊。哼，四打五还赢，他真的去尿尿哎、欸，他真的去尿尿哎、欸。刚刚说我们四打五还赢、欸，我们四打五还赢。干嘛啦？干嘛开战啊？我是打五还赢哎！干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你们开战。原来弗利贝尔才是真正的纠结点。什么东西啊？去上个厕所而已。太辛苦。太辛苦。所以现在是我可以去吃野怪，不用鸟你们的意思吗？推掉，推掉，会扩展出来了。好吧，就这样做。有没有蓝 buff？ 我个人认为，我现在的工作应该就是把我的装备弄起来，以便在那个会战的时候抢头。Smite 在，好 Smite 不用吗？红烧总位，哎，我普攻抓了一下200多，哎，好像有点痛。至今我该出什么？李安卓。沙肉或是海克斯，当然是沙肉，猪沙肉，当然是海克斯清除者。这款哪有、啊？海克斯清除者是有没有这么强？啊，毅然决然听你冲哦！啊，800而已。对啊，我阿姨还没出来，才800，我去拆800，我要出武术鞋。所以现在是我都不用打会战，你们就赢了。对，对。好不，那我会浓，那我会慢慢浓眼，你放心。等一下，再冲175，我就可以出阿一了。那灵丸会爆。浓野落。我们还要再一次打五吗？等一下，那两只，谢谢，我可以出阿一了。不是说我不用去就会赢？你、欸、可以开哎、欸，他们 AD 不在、欸。啊，不是我不用去就会赢，弄枪。干嘛这样？弄枪。干好多人哦、喔欸！他要抓人。等一下你们不要过来！一群人吃四鬼，不要猜！我刚刚有一群人，然后吃四鬼。
为什么会有人打机器？为什么会有人打八龙啊？被动，又打一只眼，我电到了，给拆的。他那里给拆的。不要！我还真的被拉出去，呵呵。这该打吗？好，我还是不要来好了，我还是去农业好了。啊！这赵信怎么好像有点惨？小炮，哎，暴击耶，爽啊！要没有他死？啊，我们是要对吧？我去送头还是会赢啊？你看我这边就我去送头还是会赢嘛？哦，说狂怒九，我要去农野啊！怒出角头蛇，怒出角头蛇。我刚暴击，然后不一只就被蒸发了，然后不一再开了。我现在可以把装备全部卖掉，然后换一些鸟装了。反正没有没再有瘾，呵呵。很好战，干嘛这么空虚的感觉？你干嘛一副很空虚的感觉？这么强，呵呵。远距狙击没有中，哦，是小龙爆了，一下子，还要很久。单吃哦，不行，太强，不是很强。哎，小鸟红 buff 吧，红 buff 吧。哎，我这还要出什么？我好苦恼。四血啊，可是我在想要出防装还是四血？啊？他去农业了。防装应该还不用吧？因为他们门会在打不赢的时候在叫我。对啊，有啊，刚刚招等最后说真的有在招待骂。说科技枪就是个哎 ，AD 不在哦 ，AD 不在啊，不好，不远，找到果断关卡。哦天哪，我没魔了，我需要蓝 buff。那个神经病，哎，我先下载剩两滴。我来试吃看看。试吃看看。有到吗？应该稳吃了吧？他没发现吧？他们来小区，被他走。哎，为什么你可以这样？你 hold 住，你 hold 住掉。谢谢。哎，你们赶紧吃。为什么你可以走过去抢币啊？我先吃他们。哎，为什么你还活着？我是要被疼吗？哎，有没有助攻弄炮？我要去农业了，再见。他走，为什么走那么快？蹦蹦蹦！他为什么走那么快？哎，他为什么走那么快？因为他是名为阿卡丽的赫克林。我要来重置一下我的红包。靠哥，我现在打他好用。炮兵半小时死了。有没有那么顺风啊？他们现在会觉得我断线了。有蓝 buff 吗？没有，他们应该吃掉了。啊。哎，还没吃。四金快去！开了，四金去拿。OK。OK。看到没有？那就是没吃。继续农业。不理智。我要打，我们那个 JG 真的不来呢、欸。去屁呀、啊，干！JG 不想来了。去了又不会有差别。他
满中就会来了。去又不会有差别，有去跟没去一样嘛。自然回家，你也去我家。我没有在单机啊，我只是在农业。我就在做每个 JG 都会做的事。我们演啊。我在做每一个 jungle 都会做的事。江那边是你咯，江那边是你咯。欸，我们破坏者，我想出出看。欸，我想出我们破坏者，好酷哦。可是感觉对我农业没有什么帮助。我要出一点对我很对我很农野会有帮助的装备，例如好战者之类的。我好阴险，那这样还抽不到我，按完了。你干嘛过去？他没抓到好心好吗？然后我去抓。但整张地图的野怪都是我的啦。我长途跋涉是为了吃这个双子枪。打不赢小炮，哎。小炮那么强，小炮吸血。你居然阿卡丽，你居然吃了我的四鬼，这是我的四鬼，我的四鬼，哭哦，我是断线的福利贝尔，哎，他们一定想说等一下可以硬开了，等一下可以硬开了，他们硬开也不会赢啊，啊，差一百块耶，艾乌拉斯不是也不会赢，差一百块耶，那么弱。哎，我需要兵啊！我的嗜血，我悟空475哎，有，两出盾牌，我出两个盾牌，悟空可以叠到500，戴总一个人出两个盾牌，我出两个，比我高哎，干，打 AD 不是出好几把刀，我有出一把刀。解析不用工作的一集，但我根本在打电脑。哎，我的巴龙被耗掉，对，把电脑震坏了。我现在根本就是在打电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已经把电脑打到烂掉，然后才有新的那种。对的那种状态，然后就是一直浓野。然后应该赶快打吧。对啊，我们巴龙没了耶。快，哎，我们巴龙没了。没了，巴龙没了耶。没啊。等一下，我在打电脑。不行，等一下到后期会难打。哦，我现在是打电脑，如果你们等一下还要打的话，再邀我。我现在已经跟你们玩不同一场游戏了。哎、欸，我有助攻哎、欸，然后我顶到他，还是加速之门的作用。像。隐藏在里面，隐藏在里面。有小龙来啦！看我没有。我现在已经有3200块了，来吃个小龙带回家。哦，我的。哎，我的血没在扣哎、欸，哎，我吃小龙血不会扣的、欸，有点 OP。他们要不投降了、啊？不要投啦，我还没有农完野。我看到我们的熊还是没出现，他们在想能打。哦，这机器人好快，有点速度。速度？有没有看过 Cars？ Cars。速度。哎、欸，这什么状况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助攻？问号。怎么听到点？哦，这个好像很强，出一下。哎、欸，我没魔了，我要闪了。我也没魔了，我要去拆个下塔就跑。哦，这个好像很强，我现在 AD 已经200了，还不错，继续农业吧。打不死啦，他太硬了，我没有出切。这阿卡丽，这阿卡丽，死了。哦。哎，死了。我回家了。我可以出狂怒九头蛇吗？看起来蛮猛的。出啊！干阿卡丽出狂怒九头蛇。阿卡丽出狂怒九头蛇，他出了吗？我们永远不会被 ace 的，放心。对，永远不会被 ace。可出宝。出妹。可是我怕出了就输哎、欸。
不要这样啦，我都出周末战绩了。你本来就可以出周末啊。哎，他们打怪炮了。我们就再玩一下吧。你等一下再吃一次巴龙吗？还是我出无尽之刃？好啊。你就不要出现。哎呀，好美了。我们这边的红蓝都在你身上，然后你竟然都不出现。对啊，不是，永远都是我吃啊，因为你们都在压线啊，然后我都在那边农野。你知道我已经看到200了吗？你知道我已经看到200了。你要偷我偷我。干。干。想说你快吃掉就直接重击就没有。有那么弱，你农业有那么慢，你真的是一只降落脚吗？他四分之三的血就喷了，你真的是一只降落脚吗？你农业有那么慢？看样子我可以再出一把周末。炮战不出吗？炮战早就出啊。阿宝推出来了，过来用我啊！过来用我啊！被你们俩砍定，GG了。不要结束啊！我还没满装呢。打我吧，对。结束了。为什么没进去？结束了。为什么没进去？结束了。好多眼了，为什么？对赢了，我们三连胜的。嗯，还是没有来。习惯脚。啊，好多人在那边。看有谁？哎呦，赢五场了。专有六个人去吗？不止吧。这是自打路什么？其实我蛮肥的嘛。不是，从我上厕所回来到现在，我不是，我一下普攻都没有抓在英雄身上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一下普攻都没有抓在英雄身上。